醒过来了。您醒过来的事不要告诉任何人是吗？胡律师，我公公说过有股份要分给我。抱歉，我是真的没有听说要分配股份。您怎么可以这样对我？我对你真的忍无可忍。周一至周五晚间8点，森田药妆《女人的秘密》全新2小时。